还是有这么一点点。谢谢。欢迎大家立一个像，校长好。那教育部服务的时候，我们的部长是在台北县担任教育局局长，所以说我们时常不可以的，我们也时常带队出去的。实质胜于形式力点啊？为什么这样是力点呢？无论在冠仁处长，那更不要讲。他在新北市出来以后，他把新北市的资源带过来。那以前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跟北市啊也有来往。其实以前我们跨两个考区，从交通部观光局也好，从三县政府也好，它的旅游的形态应该是朝这个方向来做。虽然马祖这几年发展，就这群伙伴，我们要做出来的。在四个班哈，一共12个班。那我们是桃园区嘛，所以我们这边。渔业过路的时候，很多人迁到台东去，那其中一个是在桃园，在桃园的时候。像欧洲的感觉。